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哥游戏解说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好玩的二的高手的留言。我现在看看 EP 使用的是徐佑金，也是二代最强角色了。那二 P 使用的是牙神幻之狼，牙神这个重刀非常狠，尤其他血红龙满手。我们看到现在牙神起身打一个三连杀，哎呦，前冲中刀取消，下这个时候刚好是牙神怒满了，又被对方一个中刀取消小台将，打一个穿身滚弹，打一个内向，请中刀破中刀，哎呦，想用中刀蒙对方的一个前冲。好的，穿身又是一个滚弹，之后打一个零试验粉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这个叫做零试验粉。什么叫零试验粉？不离开地面啊，就贴着地皮儿出来这个燕粉，放了个火鸟。这个还不是急退燕粉，是零式燕粉。这招是破蹲防的。好的，下轻腿中刀，再次取消出来。好的，真牙神被关到厕所。好的，前滚下趴，传打逆向，重弹兜后再次一个中刀取消重弹向。啊，在这个版本当中，徐佑金的重弹向贴身情况出的话是。你防御着会比较短的，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他们喜欢的话点赞留言转发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